嘿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B14 Studio。想必大家可能觉得旅途中遇到阴天、雨天可能会拍出不好的照片。那刚好今天外面下着小雨，那趁这个机会，大家跟我一起去横滨，用第一人称的视角让大家看看我是如何在雨天拍出电影风格的照片。好，那我们大家一起出发吧。OK， 我们今天要来拍横滨中华街的夜景。刚刚原本还是下大雨的，现在已经全部停掉了。不过今天风有点大，管他的。像他现在那个开，他那个灯开的这样很强，都拍他帮助我们，这样感觉不错。有了有了，突然觉得这个雨伞有点夹吗？以防万一，以防万一，不要理他。是吧？我们以后还是要面对的。啊！加倍。可以拍一些粉丝，对，你要拍我。对啊，我拍你。哦，哎，感觉不错，等一下，这个背光感感觉不错，等一下啊。等一下，我看我再近一点。你说手动对焦难对啊。哎，我觉得我很喜欢这里的光线。你想它的那个光线这样打下，其实可以，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试试看在那边拍照？嗯，这样。拉下来也知道，不要拉下来。哦，不，这样就可以，没关系。你这样。你这样子是有一点贴着这个栏杆的，背贴着栏杆。OK。这样子。哦，对对对，等一下，
拍你的脸的特质。我眼睛张大一点。哦，对，你就这样子。你的哦，你的眼神锐利。哦哟，还不错。然后我找一个前景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你看着我的相机吗？还是你要就是这样子贴着背贴着那个，然后看着？嗯，哎呀，哦，这样感觉好像也不错，角度低一点，不对。你在那个这个日光灯的正前方，过来一点。好、哦。哎、欸。哦。哦。啊，在那个灯下面好了。哦，那个就是一个。嗯。然后它的那个红色比较偏黄，那个暖色系一点。哦，这也感觉比较，这也感觉比刚才那个好。这样还蛮神秘感蛮重的。嗯。哦。Okay.